没带零食哟啊，8200哟，面板比你少500伤害哟，没有自我陶醉哟。老王直言，这个师陀堪比涛哥，展示超强师陀，并测试和凌波的输出差距。老板连夜打车去了东北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就想问问你，这帽子不打16等啥呢？人家白板的野兽帽子、破血帽子都打16，你一个带永不磨损的，你搂他呀啊！我都跟着着急。你要是不打宝石，你把它给我。想得美啊！他缺一把不磨高伤武器，这不磨配不上你这装备啊！你这面板3300，1705，你鹰击小怪的话应该是7000多血啊，应该是7000多血，加金刚护法的话接近8000。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永不磨损啊装备的话，应该还是在涛哥的五开号上，双伤害一速度啊，三伤害啊，耳饰三伤害啊。这个武器没服不要紧，因为他任务的话不带那个武器，他任务的话还是啊3300伤害。他这个属性是打 PK 的，这把武器是锤子，这不是我鉴定出来那把锤子吗？老板，这把武器我鉴定的。1082除以3加627。老板，你有心思，你有心思。如果你想好好玩狮驼岭，你根本就不会买这把武器，因为有一把狮驼岭的超级永不磨损，627伤害，单加41敏。你买这把武器就证明了你还是想玩凌波城，你想劈腿，你想出轨。如果你真正的想老老实实、踏踏实实的玩一个狮驼岭，你肯定去买那把斧头了。你买这把武器就是买了一个兼容性，你要的是一个凌波城和花果山，有一天你也想玩一玩啊！你个渣男！你打我啥？来看一下飞机飞多少？3443的面板带神器，鹰击平 A 6500，鹰击平 A 5900啊，鹰击平 A 6200。鹰击平 A 6900，鹰击平 A 6400啊，不带超级战役啊，不带超级战役。来看一下多少血啊？我也慌，他刚才表的是啊5700到6000，有一点战役啊，那没办法，这把运气还行啊，打了7600，没带零式哟啊，8200哟，面板比你少500伤害哟，没有自我陶醉哟。我好像还忘带神器了，哥，太没有礼貌了啊！而且你第二回合休息，我不休息哟。所以说狮驼岭它的真正的用处呢，任务的话它肯定没有凌波城的。我也是用数据和实力告诉你们，为什么说凌波城是任务的啊尽头啊，物理系的尽头啊，就是同样是打怪，没有号会超越凌波城，就是这么神奇。